籍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。中央社资料照片，洛杉矶天使队提供分享。大谷翔平初登板对运动家队缴出六局失三分的好投，拿下胜利。天使队在四月七日再度与运动家进行三连战，照正常轮值，大谷翔平可能在其中一天出赛，也将是他首次在天使主场登板，要面对更熟悉他的打线，难度跟着提升。运动家过去从没对过大谷，总教练梅尔文 Bob Melvin 表示，打者只能靠着互相传递对战资讯，及时做出调整。你看越多次他的投球，就越知道他会怎样对付你。不过这不代表就一定会成功，他看起来是个真货。塞米恩 Marcus Simeon 表示，我试着取得球数领先，但他真的投得很好，比赛都在他掌握中。大谷第一局看起来十分亢奋，不过能够很快调整。塞米恩说，他的滑球在好球带稍微偏高的位置，下一球立刻修正。运动家在第二局突破大谷封锁，连续敲出三安，包括查普曼 Matt Chapman 的三分全垒打。被问到对于外界对大谷高评价的看法，查普曼表示，就他今天的投球看来，他名副其实。大谷翔平今天运用速球、直插球、滑球、曲球，在对战运动家打者上取得优势，让戴维斯 Chris Davis 十分惊艳。他的球质很棒，不过另一方面来说，他也是普通人。